如此甚善。足下慷慨仁义，我等感激不尽。用得上我吗？奋战，怀荣耀，吾之妙计算无一策，我至此城必使之日益殷实。咱们应该结盟。甚善。Thank you.
统一行进。不断前行，随我征战。主公召我。又是你这厮。
镇山。行动如意，身心再度。大人到此，蓬荜生辉。当断则断。坚如盾牌，势如利刃。摆好阵势，准备出击。春风又至，再图新计。团结一心。把谋士叫来。
正在行进。准备作战。这是我们应得的。我已准备好作战了。你我应当结盟。你我已谈妥。路径明晰，
向前进军。欢迎，请进。容我等再想对策。
坚定不移。准备伏击，心如止水，气聚神凝。挽弓欲射，则屏息凝神。至柔如水，召集众人，有要事商议。每一步都颇具智慧。
人，悉听尊便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势如狂澜。我绝不动摇。出发。准备远征，不要分心。向前进军。心怀忠正。我不会与你为敌的。你我所见略同。静下心来。
整装待发。吾有要事与谋士商议。全军注意，全军听令，冷静沉着，我的目标十分明确，召集商贾，我要视察一下他们的货物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大人到此，蓬荜生辉。大人，悉听尊便。坚如盾牌，势如利刃。
准备伏击。平息战乱，行事谨慎，可称机敏。准备远征。原地候命。你我联手，定当无往不利。
我方认为如此足下定能满意。齐心协力，说吧。圣山。稍事休息。联手，定当无往不利。
汉室走向末路，此乃顺应天意。泱泱大国陷入纷争乱世，曾经的诸侯如今各怀鬼胎，旧世已亡，天道轮回，其时已终。天下之事瞬息万变，保持原样，我军必胜。做好准备，一往无前。整装待发，吾等耐性有限。如你所愿。
怕我们。到此为止吧。稍事休息，振作起来。这是我们应得的。保存体力，出发。有必要吗？我等满腹奇谋，以后如何尚不可知。你的提案不错。很高兴见到足下。对我们来讲，
独立也只能是一种奢侈。大人有何打算？流水在我等前行。准备行动。智如流水。大人，愿一切安好。
恢复原样。我军必胜！杀！我等心怀忠贞，才有此胜。现在来尽情庆贺吧！势如利刃。